老师，你来给我们做一个有表情的动作和一个没有表情的动作，好吗？哪个动作？就这个吧。5, 4, 3, 2, 1，就是没表情的，对吧？就很干。有表情的呢？因为刚出来的时候可以再表现得害羞一点。我不够害羞吗？可以再明显一点，然后到后来就很自信的那种感觉。一博老师害羞是什么样子？不做。老师你不做，我们到时候害羞不出来。你不做，我们到时候害羞不出来。啊！哎呀！就化完妆之后，哎呀，这算表演哎，我做不出来。就是，哎呀，就要表现出来，好吧？好，谢谢老师。然后。稍微再自信一点，散发一点阳光，就感觉啊，要嫁出去了，就是要见到喜欢的，要搬出去了，不是，就是要见到自己喜欢的人了。我一直是一个不是很自信的人，你可以给我们示范一下。老师，你刚才又给他们示范了这么多，对，怎么样？好委屈。好委屈啊！对啊，你那个动作是什么呀？感觉你们不喜欢的样子。我喜欢，喜欢。真的吗？这是一个绝招啊！老师，要不你站中间，我们五个一起来一遍。好，可以了。挺好的，就是那些转折点再做好一点就行了，然后一定要把这个做好。好、啊。这个真的会很炸的，相信我。辛苦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停，还没有到很好，没有到很好，我自己知道。就你没有，你有微笑跟要张开，对对对，就是牙要露牙的那个地方要露出来，嗯，就会更酷一点。那我跟你哦，我可以超丑。老师你在挑战我。我可以，我真的可以超丑。干嘛？你在放松吗？陆小草，你可以丑吗？啊，你可以丑吗？丑吗？我这样就这很丑吗？就对啊，我站在这儿我就丑。来，好，来了啊，来了，最丑啊，嗯，三
没有尺寸。别看着我的笑。三、二、一。哇，你们都，你们故意整我吗？哎，你们故意整我吗？我超丑，看到了吗？没有。你这是什么？在装可爱，小苗吧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就很丑，我就泥人本鱼，大家都觉得我这表现丑爆了。这个还不丑吗？我都是。就是把自己的特长展现出来，就是最好的。目前是最好的。我们还有一个舞蹈接龙，但不是尴尬的那种。好啊，我们这个舞蹈接龙呢，就是我们每个人会出半个八拍的动作，一二三四，半个八拍。对，然后呢，你就记住呢，然后你随机组合把它连起来。好。OK， 这个动作有点大哈。哇！它具体是一、二。三、四，哇！你这个是这样，是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好 ，OK， 可以的，一，妈呀，三，四，哦，好，动作好看，二三四。动作这个超难的，我的最简单就是一二三四，好、啊，来吧。对，好，我们可以放音乐。一二三四五。Oh, it's a moment when I did it right. You want to be on, you go to trust, but you go to